这个李胜太狡猾了，奸诈小人物，卑鄙无耻。吃饭吗？我吃。我也吃。好饿啊。生活公约，我妈和你爸回来之前呢，更新一下工作。扫地、拖地、洗碗、擦桌子由李胜负责，做饭由李胜负责。同意这份公约内容的请举手。我知道李胜的把柄。来来来，痛不欲生。死了吗？一个礼拜了，不仅李胜没走，苏然妈妈也回来了。不道歉，接着站哦。这是你做哥哥的态度吗？还有你，李胜也是你哥哥，我希望你有一个做妹妹的样子。做妹妹应该要什么样子？为什么在我跟听风面前不算事儿的事儿，在李胜面前就都算事儿了？你要替别人的儿子出头之前，先想想你为自己的儿子做过什么。哥，你说我们会不会被赶出这个家？那个马和你的屁股一样大，太阳我。其实我只是想像丁峰，还有你一样，有一个家。傻弟。我相信我们可以一起爱你，一起爱你的孩子，一起爱这个家。你就当他是来咱家的一个室友，名字叫二哥。是长